一个人的命运终究还是由自己决定。这一切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这发生了什么？你现在只能活在阴影之下。我现在不想这样继续荒废生命的活着。命数已定，怎么能逃得过？我要，我必须要变得强大起来。 不让别人欺辱我。凡所有相爱，皆是虚妄。我绝不愿意活在谎言和骗局中。掌握自己的命运，逃离这个困住我的牢笼，为自己而活。